你同学他叫什么来着？严硕。他平时一直都这么内向啊？他在班里跟谁都不说话，挺奇特一个。喂，去我家玩。你爸妈是做什么的？我爸是搞生物的，他在一个仪器公司工作。我妈，她以前是个空姐。 现在家里管着我。我爸从来不听爸喝。你怎么知道爸喝的？那你妈妈呢？她死了。你爸为什么打？ 他经常打你吗？他爸今天放学来接他。他爸不会对他做什么吧？严硕。